站第一个。对对对对，新同学站这里。是啊，新同学，今嘛加拍摄拍摄。新梅姐哈，哎，就进去个跟一下歌，咱的好员的。好好的学习一下，我会认真学习。新佩奇啊，哈，阿忠都很认真嘛。我想吼，咱来跟一起哇，困难都不讲盖棺的，咱先对简单的开始来开始。啊好，好好啊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好不好？不要唱，我大概拢会唱。这条歌我自两回开始就要唱啊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会。你会不会紧张？我有一点紧张。刚刚那个情绪还没有收回来，所以等一下会带一点点哭腔 ，OK 啦。可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来 ，OK， 好，这是合音开始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怪伊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。我是一个勇敢，妈妈请你也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。等，每一年轮一轮过啊，今麦跳动了对不？系啊，现在我脚唱拢是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。原来吗？明白啊。他唱了这句呢，这句重点呢，这条歌叫做妈妈，请你保重。那个没有办法显示出我的功力呀。啊，没了没了，这是位置的问题了。哦，位置的问题。所以，我那边卡对啊。啊，不，你算呐。啊，不，这下还有一点我通唱，我刚卡点，我卡上了边还有一。哦，对啊对啊，顺利。对，而且因为我是新同学，我是新同学了，不好意思站第一个啦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怪伊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。我是一个勇敢，妈妈请你也保重，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啥？安诺你啦，先让你，今晚安诺哟，干哪？在座各位师兄师姐、学长学姐，唔捌看过我伫八点钟内底表演就对了。唔知道我是恰查某出名的吼，我徛头一位叫我唱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即摆来徛来上尾啊，还是叫我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哎、欸，那你叫你拄好啦。可是位置是位，我即摆感觉你是挑工的哦。我位置是位，就是帅的呢。听曲歌后又一扭脸。不会，真的是很有心要来学习，他们都故意整。好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年轻又漂亮，今晚是家己敬的哦，无我的代志啊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，好的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怪伊，请你放心。我的阿母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来到他乡的一个成都，不过我是真勇敢。妈妈保重，
人的平安过日，我的阿母想彼时强强离开，想彼时强强离开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新都，不过我是真打拼学长，学长，我跟你讲，你若不爱我唱哦，我今仔日不爱等你台北哦。不，你卖回去啊，我回来就好。